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健康真美频道。今日想同大家讲下咧麻醉药嘅发明者，同埋佢哋因为发明麻醉药咧而本身带嚟嗰个痛苦啊。咁咧，首先咧，知道呢一个有麻醉效用嘅有一种气体咧，叫做 laughing gas 或者叫做笑气嘅咧，就系一位英国嘅化学家叫做 Sir Humphry Davy。咁佢发现咗呢一个笑气有麻醉作用咧，但系就冇受到医学界嘅重视嘅。咁呢个咧系喺1800年嘅事情啦。咁去到1845年咧，美国嘅牙医咧叫做 Horace Wells， 咁佢咧就系见到佢嘅朋友去 party 嗰阵时咧，就索咗呢个笑气啦，啊之后整伤咗自己只脚，但系流好多血啦，佢都唔觉得痛。咁佢受到启发咧，就谂住试一试，咁咧就用自己做实验。咁佢嗌佢嘅同事帮佢剥一个智慧齿，但系佢事先咧就索咗呢一个笑气啦，亦即系话咧一氧化二氮或者叫做氧化亚氮呢一种嘅气体。咁佢索咗之后咧，佢同事咧就帮佢剥咗嗰只智慧齿啦。咁呢一个咧系成功嘅。咁就喺麻醉史上边咧，系第一次咧用麻醉嘅方法去即系做剥牙嘅。咁跟住咧 ，Wells 咧就喺波士顿嘅马赛诸塞医院咧就做公开嘅示范啦。咁但系嗰一次咧，嗰个病人咧系冇正确咁样吸入呢一个笑气嘅，而因此咧喺剥牙嘅过程之中咧，佢系识得嗌痛。咁结果咧，观看嘅学者咧就认为 Wells 咧系一个骗子，咁而因此咧 ，Wells 喺医学会里边咧就系名声啦、声誉啦系大受影响嘅。咁好啦，我哋跟住再讲第二位嘅麻醉药嘅发明者咧，就系叫做 William Morton。咁佢咧就喺1846年咧，就听咗一位叫做 Jackson 嘅教授讲啦，乙醚系可以爱嚟做麻醉嘅。咁于是佢就攞嚟咧就做动物实验，包括咧就用自己嘅宠物嚟去做实验咯。咁然之后咧，佢就帮另一位嘅病人啦去剥咗一只牙，咁同时咧亦都系无痛咁样去剥牙，咁啊成功嘅。咁成功咗之后咧 ，Morton 咧亦都系做咗一次公开嘅示范，就喺1846年嘅10月。咁佢咧就帮一位颈部有肿瘤嘅人咧，就系麻醉吸呢一个乙醚嘅气体，然之后咧就系外科医生咧就施手术啦，就将佢个肿瘤切除。咁呢一次咧就成功咗，咁亦都咧系有多家嘅报纸咧系报道嘅。咁好啦，讲翻 Wells 啦，咁佢咧上一次麻醉示范失败咗之后咧，咁佢就结束咗佢自己嘅诊所，然之后咧佢就做过推销员，但佢依然咧冇放弃到自己对麻醉嗰个兴趣啦。咁佢咧就做了一个月的六房的实验啊，咁令到自己咧索完麻醉的气体之后咧，就多少都神志不清。咁有一次咧，佢就匆忙上街，咁就亦都系神志唔系好清醒嘅状态之下咧，就将硫酸咧就泼咗落去六人嘅身上边，咁结果咧佢就被捉咗落去 New York 嘅监房里边啦。咁当佢醒翻嚟嗰时咧，佢意识到自己咧系即系做嘅嘢系有多少荒谬嘅。咁跟住咧，佢喺1848年咧，佢就因为自己嘅潦倒啦、吓绝望啦，咁就吸入咗一定量嘅氯仿之后咧，咁佢就割咗自己嘅腿动脉而死啊！咁好啦，呢一个再讲翻莫顿啦。喺佢示范成功咗之后咧，美国国会咧就决定拨款10万美元咧去奖励麻醉药嘅发明人啊。
咁呢個豐厚嘅獎金同埋呢個崇高嘅榮譽咧，就令到 Morton 同埋話俾佢知乙醚係有麻醉作用嗰個教授叫 Jackson 啦，就陷入咗長期嘅專利嘅專利權嘅一個訴訟之中啊。咁佢哋兩個都覺得自己係真正發明麻醉藥嘅人，應該得到全數嘅獎金。咁跟住呢個官司打咗好多年，消耗咗大量嘅時間同埋金錢。咁但係摩陳最後尾，即係佢臨上庭之前咧，就走咗落去個公園嗰度，但係喺公園度咧就係、是、跌親，跟住咧就係、是、腦出血而死亡嘅。咁佢當其時嘅狀態咧，亦都係幾憤怒同埋幾狂躁嘅。咁 Morton 同埋 Wells 佢哋對於呢個現代麻醉學咧嗰、那個貢獻咧，其實喺之後咧係得到咗承認嘅。咁就喺1864年，即、就、係、是、Wells 逝世16年之後咧，佢美國嘅牙醫協會咧就公告咧，就係 Wells 咧係現代麻醉學嘅發現者。咁至於 Morton 咧，他在美國醫學史上呢，在1871年亦都表彰了他對於麻醉劑的貢獻。波士頓的大眾公園裏面亦都幫他樹立了一個銅像，表彰他在醫學上的貢獻。美國呢在的電影公司呢，就在1944年就推出了一部電影，就叫做 The Great Moment， 偉大的時間或者瞬間。這一部戲呢其實就是描述Morton 他的 平生的事蹟的。咁一個麻醉係幫成千上萬嘅病人解除咗佢哋身體上邊嘅痛苦啊！但係咧，呢、這個麻醉嘅發明者咧，佢哋兩位人士咧，都係喺一生之中啦，喺一啲嘅苦痛同埋掙扎之中咧，係度過嘅。咁我唔知道你聽到呢一個故事會唔會有多少嘅慨嘆啦？咁我今日嘅分享就到呢度，多謝你收睇我頻道，歡迎你留言同埋訂閱我嘅頻道，我哋下次再見。